理事长为你们讲几句话。各位帅哥美女，哈，一家我就这笑脸的哈，哎，帅哥美女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因为我一个皇帝跟你讲话无哈，他拄着皇帝跟你握手无哈，他拄啊拢互我握过手的吼，拢会食百里以上哦，哈，哎哈，啊老未握着啊，小当进来搞，哎，下晡的节目你有欢喜无？有啊哈。真的很开心哈！今天最主要是我们一位哈，也是那个老朋友哈，汪欣小姐哈，盖小温来哈，啊，阮的黄院长在度，黄院长，无伫个，有伫个无？副理长，哦，副理长，伊是哈，哎，我是熟识嘿，是那个汪欣介绍的哈。他说：“你们那个你们的院长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哈。他除了哈，照护这边哈，还有到处去捐款，哈，真的可以来那个护理长的，你们是夫妻吗？不是吧？哈，我是欧北坡，不是哈，队长出来一点。队长，现在请问是要拍合照了吗？请问是要拍合照了。那我们真的很感谢了哈，以后有机会再来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感谢哈，感谢各位。今天有没有开心？都这么小声，太小声了。大家拍手，有没有很用力？来，重新拍。一中队今天来给我们带来欢笑，以后还要不要希望他们常常来？要，听到我们的诉求哈。好 ，OK 啊，那我们今天感谢一中队今天带来这些这么精彩的节目。好，那从在这边非常的诚挚的感谢你们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再请我们的队长讲几句话。各位大哥大姐哈，皇帝讲了，即马是长工大牛做副的哦，阿舅伊手食百二，大牛嘞，你也是哦，我跟你讲，哦，大牛听走了给我哈，我们努力的做，你要讲爸爸，身体才会好哦。今天呢来这边啊，我们这个。怎么讲？我们那个带来的节目，希望呢，各位大哥大姐，广记哈，那广记请退的也就，我们很多，就是我们白天都还在上班喽，哦，我们都是利用业余的时间哦，来排练这些节目哦。如果说怎么感觉有点不好的话，也请各位多多包涵啊。拍拍起来好不？好，这样给我们鼓励哦。老夸老干呢，拍破了，就把干个好。今天呢，谢谢各位的坐了那么久来观赏我们的节目哈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